整些队里，哦吼，长得还挺凶。整些队里，流量哗哗来，今天又连上一主播，看我给他上上强度。这句谓语气词，一听就是软柿子。他还能顺着网线打我不成？哦吼，长得还挺凶。手上长痣是吧？记住你了，这灰色帽衫可真够难看的。骂爽了，点个炒饭外卖再继续。我去，难道真来了？谁啊？喂，里边的，这个月水电该交了。你怕吗？怕就快点开门交费。以前打架留下的，没注意，油烟机给我喷了一身，这是我天生的，怎么了？我修上家油烟机用的，赶紧把门打开，早这样不就完了，磨磨蹭蹭的。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是刚交了水电吗？怎么又来了？您好，这边系统捕捉到您与危险人物有过一些交流，想询问一下具体细节。总要应对各种情况的嘛。一次行动中留下的捏。女儿说，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话，亲和力比较高，捏。这样太酷了，不是吗？平常我们都穿便衣行动，捏，麻烦您开一下门配合调查，捏。感谢您的耐心配合，捏。嗯，祝你们早日成功啊。有完没完了，今天哪来这么多人？你点的外卖，麻烦开门取一下。你眼花了吧？这可是我刚画的眉毛，漏了一点，不影响吧？骑电驴必备手套。我一向注重送餐卫生，拿个餐这么多鸡歪，快开门，我手里还有单呢。呵呵，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整些队里，流量哗哗来，今天又哦吼，这灰色帽衫手上长痣是吧？记住你了。他这句谓语气词，一听就是软柿子。骂爽了，点个炒饭外卖再继续。我去，难道真来了？谁啊？喂，里边的，这个月水电该交了，你怕吗？怕，这是我天以前的，我修上没注意。油烟机给我喷了一身，赶紧把门打开。经过我的奋力抵抗，没遇见吓人犯，但我被房东赶出了出租屋。整些队里，哦吼，这灰色帽衫手上长痣是吧？记住你了。他还这句谓语气词，一听就是软柿子。骂爽了，点个炒饭外卖再继续。我去，难道真来了？谁啊？喂，里边的，这个月水一以前打架，这是我听我修没注意，油烟机给我喷了一身，赶紧把门打，早这样不就完了，磨磨蹭蹭的。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是刚交了水电吗？怎么又来了？您好，这边系统补一次，这样太总要应对各种平常我们都女儿说，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话，亲和力比较高，捏，麻烦您开一下门配合调查，捏。我拒绝配合调查，结果被强行带走，随后被查出在网络上煽动人群，蹲了几个月。整些队，哦吼，长得还挺凶。手上长痣，这灰色帽衫可真够难看的。他还能顺着网线，这句谓语气词，一听就是软柿子。骂爽了，点个炒饭外卖再继续。我去，难道真来了？谁啊？喂，里边的，这个月水你怕以前打，这是我天我修没注意，油烟机给我喷了一身，赶紧把门打开，早这样不就完了，磨磨蹭蹭的。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是刚交了水电吗？怎么又来了？您好，这边系统一次这样平常总要应女儿说，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话，亲和力比较高，捏，麻烦您开一下门，感谢您的耐心配合，捏。祝你们早日成功啊。有完没完了，今天哪来这么多人？你点的外卖，麻烦开门取一下。
这可是我刚画的眉，我一向注重素。漏了奇电，你眼花了吧？拿个餐这么多鸡歪，快开门！你点的虾仁饭到了。整些对立留。走散十年的家庭今天终于相见，您又会选择哪个家庭继续生活呢？我的孩子，我找了你十年，终于找到你了。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舍不得你啊，孩子。妈没事，多省一点供你上学。我今年也60岁了，有些白发也很正常。我还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太激动了。我的下半身已经瘫痪了，你妈也因为这个离开了我。当初你被拐走，我找了你整整10年。你要是喜欢，家里还有很多，你随便开。这也算是给你养母这么多年的一些补偿。我的时日也无多了，就是希望能最后陪伴你几年。当年捡到你的时候，养父就已经病逝了。知道你爱吃橘子，特意走10里路给你摘的。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虽然不多，你出去后好好收着。家里没有男人，所有的体力活都得我来做。一边是找了我10年的亲生父亲，一边是养了我10年的养母，我该如何选择？你看他为了钱，养了他10年的养母都不认了。肯定是被外面的豪车吸引了。他养母家虽然穷，但是对他也很好啊。我也想被有钱人带走，看见这种人真晦气。走散十年的家庭今天终于相见，您又会选择哪个家庭继续生活呢？我的孩子，我找了你10年，这也算是给你养母这么我的时日。你要是喜欢，当初你被拐，我今年也60岁。当年捡到你的时候，这是我这妈没事，家里没有男人，所有的体力活都得我来做。我真的好纠结，怎么办呢？知道你爱吃橘子，特意走10里路给你摘的。我真的好纠结，怎么办呢？我的下半身已经瘫痪了，你妈也因为这个离开了我。一边是找了我十年的亲生父亲，一边是他亲生父亲马上就要去世了，他可真不是人。就是，装什么清高？又不是没给你养母补偿，拿走对大家都好。这世道傻子真多，不孝的东西。医生，有2位病人都需要肝移植，但医院的肝源只剩下1个，现在只有你能做这个决定了。求求你医生，救救我的爸爸吧。按顺序来说，也该轮到我了吧。我没什么大本事，只想陪伴家人9点。不能再请假了，我得回厂里。孩子妈妈走好久了，我很想他。我是家里最后的顶梁柱了，我不能倒。苦了我的妻子，答应他的旅行也没做到，他们能茁壮成长就是我的心愿。即使我走了，也希望能做出贡献。我还有好多想做的事，还想治疗更多的人。治了一辈子，却不能治下自己。
积蓄都放在基金会了，也没攒下什么钱。两位病人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得快点做出决定。医生怎么想的？他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一生清贫，他最后却没能获得治疗，就他才能让世界上更多人受益。他妻子已经永远等不来那场旅行了。医生，有两位病人都需要肝移植，但医院的肝源只剩下一个，现在只有你能做这个决定了。求求你医生，救救我的爸爸吧。不能再请，我是家里，我没孩子，妈妈走好久了，按顺序来说也该轮到我了。即使苦，我还他们能茁壮成治了一辈子，积蓄都放在基金会了，也没攒下什么钱。两位病人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得快点做出决定。平凡的人就活该被抛弃吗？他女儿现在无依无靠，你想过吗？按排队顺序就应该是他。他女儿都这么求你，怎会如此铁石心肠？最近家中发生奇怪的事，所以先安了监控。这天半夜，我起来查看，小区晚上没什么人用电梯，好像一切正常。看看今晚的监控，我独居，对面是空房，怎么会停在这个楼层？谁把开锁工具放在这？楼道明明没人，感应灯怎么亮了？这脚印怎么朝我家这边过来了？这谁啊？吓我一跳。吓我一跳，这肥猫。好像一切正常，看看今晚的监控。猫跑旁边了，那这双眼睛又是谁？这空调突然坏了。肥猫在那晚过后就再也不动了，猫粮里好像被掺杂了别的东西。我不喜欢光，所以时常拉着窗帘。好像一切正常，看看今晚的监控。衣柜怎么被打开，翻得乱七八糟？这是谁的恶作剧？我床底有只别人的手。谁打开显示器在找监控？家中肯定有人来过，现在那人在哪？咦，卧室的角落怎么有个黑影？别害怕，宝贝，我一直保护着你呢。这是我的最后一趟飞行了，之后就可以退休了。准备起飞吧。机舱内怎么这么吵啊？快看看监控。这是有人劫机。机长请开门。机长，劫匪已经被我们制服了，请开门帮助我们。这是我太紧张了，刚刚和歹徒搏斗弄伤了，刚刚和劫匪搏斗弄的。这是我平时用来看时间的，对讲机坏掉了，没法使用了，这是从劫匪手里夺下来的。机长，我们已经控制住劫匪了。机长，我是空乘小丽，请开门帮助我们。这是和劫匪打斗时弄的，这是证明我没有拿任何武器，我太害怕了，快开门。我真是机组人员小丽啊，这是被劫匪弄的。你看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安全起见，我们会找最近的机场降落，请等待。可恶，开门啊。近日，一架迷航客机机长沉着冷静，配合警方抓住了劫机人员。把大哥刷的火箭放棺材里了。休息的好才还有精神直播。老年机怎么直播？好歹换个能录。
这是准备起飞吧。机舱内怎么这么吵啊，快看看监控。这时有人劫机。机长请开门。机长姐，这是我太紧张了，刚这是刚刚这对讲机坏掉了，没法使用了。近日一架迷航客机被劫持，飞机目前已失去联系。这是我准备起飞吧。机舱内怎么这么吵啊，快看看监控。这是有人劫机。机长请开门。机长劫匪，这是我刚刚刚刚对讲机坏掉了，没法使用了，这是我平时用来看时间的。机长，我们已经控制住劫匪了。机长，我是我太我这是证明我没有拿任何武器。你看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近日一架迷航客机被劫持，飞机目前已失去联系。这是我的最后一趟飞行。好啊，你们两个在背着我干什么？好啊，你们两个在背着我干什么？我就出差几天，你看看盆栽都变成什么样了。说吧，这几天你和谁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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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不错，工作很努力。有什么事情吗，帅哥？你好，能借我点纸吗？这个鞋子耐穿，这是打扫卫生弄的，我是这附近打扫卫生的，拿这个去用吧。怎么了，小哥哥？你好，能借我点纸吗？
可能是我买的草莓坏掉了，你看错了吧？不好意思，走错了。我只有这个了，你要用吗？有什么事情吗？怎么了，兄弟？这是我正在练下腰，这是我流的汗。是真男人就用这个吧。出门在外，只能靠自己了。现在知道洗手间为什么叫洗手间了吗？When you're playing Tower War, you can go through the fences multiple times. That's like the biggest game secret. You can loop around as many times as you want, and your guys will multiply every. 有什么事情吗？我是这个鞋子耐穿。拿这个去用吧。因为使用纸钱擦屁股被鬼怪报复，导致住进了医院。怎么了，小哥哥？不好，你看，可能是我买的草莓坏掉，我只有这个了。你因为不会使用这种来历不明的物品，导致感染住进了医院。有什么事情吗？爹好，这是我留的，这是怎么了，兄弟？是真男人就用这个吧。因为使用砂纸导致局部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今天要去见小美的，穿得好点。你个外来的，别想和我抢爸爸。妈妈，我好想你。没意，我的新鞋帅吧？今天要去见小美的，穿得好点。你个外来的，别想和我抢爸爸。我的新鞋帅吧？没意思，我都玩腻了。这皮鞋让女儿擦得贼亮。妈妈，我好想你啊。爸爸说女孩子不用念太多书。这是我自己剪来梳头发的。天天吃这个就不能吃点素的吗？女儿叫招娣准没错。我每天只有这个吃。这衣服一点都不暖和。这衣服我已经穿了10年了。我每天要发传单补贴家用。遗产只能给儿子，女儿迟早都是别人家的。我爸让我念最好的小学。这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这双鞋我已经传了3年了。哎呦，别打了，我错了。啊，这就是最近爆火的太空狼人杀。救命，俺腰子好像被嘎了，帮帮我。俺刚从棉被套回来，世俗的欲望就消失了，快帮俺看看，帮我治疗好，你就是俺亲哥了。秦哥真是神医，俺腰子居然又回来了。帮我治疗好，你就是俺秦哥了。哎呀，玉足脚好疼，谁能帮帮我？在说什么呢？玉足是我名字，哥哥帮我治疗一下吧。谢谢哥哥，玉足一定好好报答你。谢谢哥哥，玉足一定好好报答你。Thank you.
谢谢哥哥，狱卒一定好好报答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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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你真好，加个好友，我下次一定报答你。啊，这就是最近爆火的太空狼人杀，我是狼人耶，狼人只要偷偷刀掉好人不被发现。在昆仑山徒步中掉入了一个山洞，